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超市买菜。没错，我们准备三道，菜。第一道呢叫做豆腐炒蛋，第二道呢叫做烤鱼，第三道呢叫做培根炒小白菜炒高丽菜，然后我们还准备今晚的宵夜，也就是卤肉饭。OK，Let's go。这还免钱哦，免钱嘞啊！必啊，买了啦，要了，没差，那很好吃，干，超好吃的，什么东西超好吃？石灯做的卤肉饭。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，但是假装是这个。我跟你说，煮一个饭要55分钟，这么久？煮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煮这么久，55分钟？晚餐到底要做什么呢？好问题。帮我们做那个鲑鱼味噌这个蔬菜汤。哎，很多人在看。青菜我也有了。哇，这米我一餐就解决了。所以你家蛋有几个啊？我家蛋有9个，加你2个，我2个，3个，够用，吃到饱。现在买完菜啦，我们现在要前往姚敏的家。没错，我们要先要前往这个厨房。准备开始来做菜咯。快点残障吗？pose。
开始。请问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蛋黄哥的呕吐物。我在炒菜。杨敏在干嘛？我在看帅哥炒菜。好，谢谢你。这好咸啊！其实不咸，因为这道菜呢叫做蛋豆腐。那今天我们不小心做失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我们把这个盐巴都吸入到那个蛋汁里面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因为有双重口感的关系，所以当你在吃完很咸的蛋的时候，你就去吃到嫩嫩的豆腐，入口即化。我吃穷了，但是大家知道我意思，就是不会太咸的意思。对，谢谢。耶、yeah, ，煮完了。是，非常丰盛。